しかして俺たちは夢の中で入れ替わってる？穿越时空互换身份，电影《你的名字》描述一场浪漫姐弟恋，不但在台票房轻松破亿，热潮甚至席卷全亚洲。忘れたくない人、忘れたくなかった人、忘れちゃダメな人。君の名前は、名前は。不止纯爱故事超吸睛，作者唯美写实的画风也是一大亮点。又业者看准商机，顺势推出照相滤镜，让照片一秒变身，心海成风。眼镜网站按下立即制作，马上把你的照片变成唯美的动画版本。修改前后比一比，原本平凡无奇的街景，经过 APP 巧手一改，马上充满浓浓日式风情。而这张乡野景色也立刻变得超有 feel。俏皮大跳婚礼上的表演曲目，连网络红人蔡阿嘎也跟风把婚纱照拿来修改，迅速掀起话题，直呼超有质感。不过却有网友直言小心被窃资，有可能呢他会透过这个上传的按钮，然后就会进到你的系统窃取你的个资。所以专家提醒最好使用网页版，因为一旦使用手机下载这款 APP， 等于也开放权限让私密资料曝光。想重温电影画风同时，建议审慎使用。三立新闻林湘子、张怀慈台北报道。